你知道什么蓝泥吗？不知道。再往前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因为转弯的时候要驶入内侧车道啊，哈。那这个是开那个红灯左右转吗？不是不是，就是你左转的时候，你要先，它有左转道嘛，啊，你从外面绕进来啊。哦 ，OK， 来， okay. 这边帮我签名一下。好的。它这个罚多少？应该是600块吧。哦，谢谢。好，然后来，这样给你。OK， 拜拜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SETN 三立新闻网最优质的网络新闻媒体。